这就是为现设计的产品图册 啊对。哎呦，拍的不错嘛。这个，哎呦，规矩我懂，不能让第三个人看到嘛。哎，你是不是要去茶水间啊？帮我冲杯咖啡。我还有别的事。去。我来公司这么多年，这么好的项目凭什么给他啊？这魏以县设计的图册竟然被对家提前发布，这可是重大过失啊，董事长。我建议开除王校。不是，董事长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真不知道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件事啊，必须要有个交代，你被开除了。愣愣吧，赶紧滚蛋。我说的是你，真当我老的是非不分了。